今天我们的美食是局长从央北社宅附近带来的，对不对？喝豆浆配上我们这个烧饼，吃荤的、啊、吃素的、啊、都可以。嗯，吃烧饼就会掉芝麻，掉芝麻、哦，见证奇迹的时候。很酥脆的感觉，一层一层的。对，它是把它揉在这个饼皮里面。嗯、我都还没吃，你怎么快吃完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好好说，好好说新北，我是主持人邵兵。安居乐业一直是新北市的施政目标。那讲到居住，我们会想到的就是新北市的城乡局，邀请到的是城乡局的局长黄局长。大家好，新北市目前的社会住宅到底数量是多少？又有哪些特色？目前完工了大概有7000多户，那在新建中的都有8000多户，今年年底就会有1.1万户。不管中央跟地方大家合作新建，大家最终目标是4.5万户。以往大家对于社会住宅进驻到周边的社区都会有一点比较排斥，现在反而我们社会在进驻以后，提供开放空间、停车空间，地方需要的不管的活动中心、托老托幼等等，反而现在社会住宅是成为大家期待欢迎进驻的这个对象。央北社宅推出一个跨世代的共居计划，央北的这个社会住宅总共有1070户，你可以提出一些创意回馈的这个计划，不用透过抽签就可以来居住，当然你还是要符合基本的申请条件。最具特色是我们全国首创跨世代共居啊，大概有20几户。我们希望这些住户进来以后，能够把社区融入在一起，利用假日他们可以做一些创意的市集活动等等。里面的年轻人大概有20几岁，最资深的也有将近80岁。那他是一个美术老师，都会制作一些绘本，跟我们社区的家庭透过绘本的制作，也说一些故事啊，让小朋友听。这是一个非常和乐融融的现象。我们也会以央北这边做一个范例，持续在我们其他的这个社会住宅一起来推动。我记得我去过二楼有一个开放式厨房、哦、大家可以去那边。那一个是土城旅联合社宅、嗯、设计是一个所谓的青年共居。那我们这个案子很特别，我们跟都市改革组织合作，由他们帮我们募集一些有创意的年轻人、嗯、希望透过回馈让我们这个社区更繁荣。自己去看过那个环境，我就觉得非常的舒服，而且在装潢布置上非常的有质感。想到装潢，其实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些厨具还有桌椅，那你去看的有一些那些布置很活泼，很有别于我们一般的感觉，那些都是他们的创意。当时的设计就是实验，就是让年轻人进来发挥他们的创意。那我们刚刚提到厨房嘛，就他们可以一起做一些吃的东西。对对对。那讲到吃的，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下一个环节——新北吼吼家。今天我们的美食是局长从央北社宅附近带来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在央北社宅附近，央北这边的新店的人、哦、他们都喜欢喝豆浆配上我们这个烧饼，吃荤的、啊、要吃素的、啊、都可以，很香哎。嗯，它好酥哦，吃烧饼就会掉芝麻，掉芝麻、哦。烧饼我建议要去现地吃会更好吃，比较热，温度有那个温度、嗯，吃这种东西要有温度才会酥跟脆这样子。但其实它就算现在没有那么热，但它还是非常的酥脆，嗯、好吃好吃。好，那局长接我来剥，你剥，你手看起来就比较白嫩，比较干净。见证奇迹的时候，很酥脆的感觉。做工很细密，一层一层的。对，它是把它揉在这个饼皮里面、嗯、所以你看到饼皮里面有就是芝麻，这种都是老师傅啊。我都还没吃，你怎么快吃完了？那个很有层次。豆浆是很健康的饮料，微糖刚刚好，它刚好可以综合掉就是嘴巴干干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就像吃饱吗？我们不是在约会，不用酝酿情绪。就像吃饱的话，我们就要开始进入今天动动脑时间了。好，动动脑，对，这是我们节目的特色，赶快进入快问快答。第一题想要请教局长，刚才提到央北社宅，请问央北社宅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全国首创的是一个跨世代共居多元社，包括托老托育跟更新医院合作的诊所，在社宅里面就是从老到少、嗯，我们能够全龄化的照顾我们的市民。请问新北市还有哪些地方有社会住宅？除了新店以外，包括板桥、土城、中和、永和、三重、新庄，甚至未来三莺线的三峡，我们也都有社会住宅、嗯、我们希望透过捷运能够让年轻的朋友或者需要的市民他们能够快速搭乘，减低他们交通时间成本。新北市的社会住宅获得了哪些肯定？不管是中央公共工程金质奖、公安奖，还包括国家卓越建设奖，那这里面大概有几类，有一些是规划设计类，有一些是施工的品质类，有一些是未来的营
营运管理类，我们几乎每处社宅都有获得相关的这些奖项的肯定。想请教局长，新北市还有哪些有特色的社会住宅？除了政府直接新建的话，其实我们一直也在跟民间合作，包括在三重综合的 BOT 的社会住宅。那这些社会住宅特色是跟一般的住户住宅社区大家可以结合。最后一题想要请教局长，除了社会住宅之外，新北市在居住方面还提供了哪些协助的政策？包括申请租金补贴、包租代管，他把既有的闲置的房子都可以透过这样来申请，那当然都有一些优惠。那其实新北市的社会住宅数量在全国已经是名列全茅了，当然我们会继续的来推动社会住宅。是那想请局长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具体的做法？短中长期我们都会持续的规划，未来在南鲁北温子郡还有包括新店的14张 B 单元综合辉瑶，配合整体的开发化是社服用地新建社会住宅。在长期社会住宅没有办法快速的弥补市民朋友需要的话，没关系，都可以来洽我们的城乡局或我们的住都中心，我们都会协助在包租代管或者租金补贴给予大家立即需要的一些服务，让市民能够确实在我们新北市安居乐业。年底的话，我们土城的大安永和还有新店的民安，大约这个300多户的社会住宅也会完工，那这会投入到市场里面，这个都有公告来抽签。可以到哪边查询相关的即时资讯？我们都会在网站上还有在脸书上公告。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千万别忘了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好好说，好好说新北，好好新北，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局长不吃内脏，我不吃，我只吃大肠，其他的他有什么猪肺啊、猪心、猪肝莲我也敢吃啊。肝莲好吃啊，大肠肝莲，那么肝莲是内脏类啊。猪头皮呢？猪头皮我敢吃啊。猪肺我不敢吃啊。猪耳朵算吗？猪耳朵也敢吃啊。